以前我养不起那只狗狗，害它被送人了。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粉丝团，我有写。那一次我很感慨，我那次讲还讲讲一讲就哭了。我给你看那个布娃娃。这个布娃娃就是，就真的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哦。你知道那时候我最惊讶的就是啊，他这个布娃娃背部有两个点，然后跟那个布奶奶是一模一样的。敢 讲到又好想哭啊！不说不说了。不说了不说了。是玩吗？沙中的亚特兰蒂斯，福妮妮，我都叫她福妮妮。其实没有很胖啊，冬天看起来比较胖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可别再喝啦！哇，这也太……Time to play, assholes.